贤大德，请各位呢来看我们六爻的含义所在哈。那今天这六爻啊，或许要报告快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留一个非常好的生机。今天的歌曲呢，是我们修温前贤呐 啊所提供的啊，所以又配合我们六十四卦啊，又配合我们六十四代，又配合我们一贯的一个真传，所以呢，这首歌呢非常的特殊，刚好8分59秒，所以不满9分钟，所以留下0.1秒的生机，就刚好我们的未知卦。啊，九代表什么？哎，九代表的什么呀？永永久久。哎，啊，所以你看，可能是上天的巧安排，哎，也可能是怎么样？哎，一切的不谋而合。所以呢，你看一首歌哦，就将近9分钟哦，或者把它看里面的内容，真的很好。因为他已经把我们怎样花一子所有前辈者呢，把它朗诵出来了，把它赞颂出来了啊、哦！好，请各位来看，第一爻是初六爻，如其尾令，象曰：如其尾，亦不知甚也啊！什么叫如其尾？就是什么？哎，微款阿别轻的啦。啊，就好像我们付了贷款，然后呢，就付到最后的2、3次没有付，还是没办法成功呢，所以呢，尾款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清理清楚啊，以修尽德修业呢，代表我们要来这里立业了业，要来真正的怎样偿还一些债务的时候，我们要怎样？花一者刚完修，最后的还是要真正的彻底的还给为人，亦不知甚也，甚的一个极端了啊、哦！所以为何不去求什么呀法深入呢？所以他说为什么你不要好好深入其境呢？为什么不好好去什么偿还这笔债呢？所以圣人借用的这样的法门呢，来告诫我们。他说未济之初呢，无论任何之事都要谨慎小心，否则的话会自惹麻烦，尤其呢好像一只小狐狸啊，既济如其尾而不能济，此乃是修炼之道啊。所以他就好像说，如果不小心的话，自不量力，没有那种能力要渡河，你偏偏要去渡河啊，所以呢到最后就如其尾啊，这样不行啊。所以就好像说我们买不起一栋房子，你偏偏要来贷款要来付，到最后呢你看功亏一篑呢，到最后都是要被法拍呢、所以这样不是很糟糕吗？所以第一爻就是写实在我们现在，所以你看很多青少年朋友啊，哇血气方刚啊，动不动好我要买车子，然后呢你看一部车子、就好像怎么样养一个老婆一样呢，费用很高的，然后没有钱，不要紧的贷款啊，现在是零利率啊，好零利率，结果付不起了，没有工作了，无薪假又来了，钱付不起来了，最后最惨的就是怎样，卖掉，亏了20万，亏了30万，通通把我卖掉，是不是怎样？亏得更多吗？所以他在告诫我们，就是没有能力的话，千万不要做任何的贷款。所以他说尾款还没有付，一定要付。所以要知道因果的可怕，业力的牵缠呐、啊。所以呢，我们真正的尽德修业，就是怕这个业力的牵缠。所以我们要多行功、多了愿呐、才有办法偿还所有一切的一个什么业债。然后中庸才跟我们讲啊，人皆曰愚痴啊，屈而纳诸蛊惑陷阱之中，而莫之蔽也呀、他在跟我们讲什么呢？他说我们人都自以为非常聪明，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嘛。可是呢，将他怎么样赶进了一个网罗的时候呢，用篮子要把他怎么样抓起来了，好像用陷阱也要把他怎么样，怎么样逮到的时候，却不懂得一个什么避开，所以你看，人越聪明的话，往往会被聪明误啊。那天祸水听到一个小故事听着也是也觉得很好笑，就有一个老伯伯啊。然后被诈骗集团赔了1000多万，然后还在继续在付
哎，啊，结果他你有发现不对的时候，遏止他的时候，他爸爸说不对啊，我现在一直在投资啊，我以后可以领到多少多少啊，哦，就说你看看还执迷不悟呢，哦，啊，那个是源头是怎样？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他中奖了，结果呢要他汇几万块去拿那个奖金。然后回去的时候，他打电话来了，说你那个奖金呢？我把你投资在哪个投资？哎，怎么样？投资公司了。然后呢，一年可以什么样？哎，多少的奖金可以领啊？哦，啊，然后你要汇多少的一个什么金额呢？哎，来怎么样？来补充它。哎，然后呢，就这样一车一套一套的一直来。哦，然后呢，一年之内就汇了1000多万哦。哎，他还在那里说，哦，我已经有3000多万了，有4000多万了。哎，还不知道被骗了，你看看，所以人都是这样的，已经陷入那个陷阱了，还不知道怎么样自拔啊，哦，所以那些不懂得避开，就好像什么同进进得修业的我们呢，如果不能坚持信念的话，必然因为贪嗔痴爱的一个陷阱，陷入了酒色财气的一个什么网罗当中，而不能自拔。哎，啊，所以你看看。如果我们没有很坚强的什么很坚持的信念的话，真的呢，酒色财气在旁边等着你的呢，所有的顺考啦、财考啦、逆考啦、颠倒考啦，一切的很多的考验都在旁边等在的我们呢。只要我们一个心不正，那就来了，业力就清惨了啊！哦，所以以前不是有一个什么很多的公案，都是在讲什么？哎，一个骄傲心出来的时候，那个业力就噗就跑进去逃了呢。哎，所以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了哈。所以师尊老大人才告诫我们啊，道场未来的智慧考验，真是不敢料想哦。哎，为师也无法替代徒儿来安顿身心，唯有希望你们呢，能体会天心，还有佛心，还有师心，老实的来修道。故所愿戒，就像陆同师兄所说的，天下神器不可为啊，戒之甚之啊，哦，所以师尊老大人在这里要告诫我们，他说未来道中的考验太多太多了，哎，36位的假祖师都会出现，72位的假师尊也会出现，哎啊，所有的一个什么，哎，所有一切的奇奇怪怪的考验也会出现。啊，你说为什么修道还要这么多的考验？因为修道没有考验的话，花街柳巷都成仙了啊！这个可能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就变成大乱的世界了啊！所以也是要考考我们的真心够不够，内力的功夫够不够啊？外望内圣功夫的一个火候有没有纯熟？所以都是要这样的。所以他说如何度过这一些考验呢？他说很简单的。哎，老实的修道，固守愿戒，这样就够了。简单吗？太简单了。可是呢，往往我们人啊，修了一久就变成老油条了。往往修了一久的时候呢，那个念头啊，哎，就越来越不纯熟了。那个愿戒呢，就没有办法继续的保持下去了哈。所以他叫我们固守戒是吧？愿戒这样子就可以哈。所以这要动则大凶，静则凶也呀，所以呢，第一如其尾，所以呢还是没办法动，所以要守静为要。第一要爻呢，它代表了，一如一其轮呐，贞吉也。象曰：九二贞吉，终以行正也。一其轮，任重道远，背负任重责大任的，所以第二爻呢，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使命？因为呢，你看看阳基阴位啊，所以呢，你看第二爻是非常得称的一个辰，可是你是一个辰啊，你比那个第五爻的什么呀？智慧好啊，德性好啊，那个什么才华更好，可是你不能有篡位的嫌疑呀。所以他在告诫我们啊，你有这样使命来任重道远，所以呢，要认自己的本分，自己的一个什么，自己的一个本位啊，不要篡位了。所以一个有财力的大臣，肯在国难当头呢，出任的却那样艰巨的责任，虽然是国家的幸福，但呢，强臣弱子啊，第五爻是弱子，因为阴基阳位嘛。
第二亚是强臣嘛，哦啊，所以呢，他说又当怎样险难之际，再存心不正者，难免不生什么称为呢来篡位之谋。如果那样，便不是国家之福了。必须呢，人兼怎样，人兼兼具又能存心忠贞啊，才是国家有利的。好，哦，啊，所以你看，你如果处在第二爻，因为它是未济卦，代表了一个国难的现象。你又可以来辅治这个弱君的话，还是可以保持的忠跟贞，哎，这个两个字的话，或者跟你讲，这个人绝对可以万古流芳的，哎，如果他一个心不正的话，想要夺位篡位的话，哎，对啊，哎，人家臭名满世啊，哎啊，所以你的忠诚跟奸诚在哪里？一念之间而已呢，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哦啊，所以呢，修道也是一样，成就圣贤跟堕入地狱也是一念之间而已呢。好，哦，啊，所以他在告诫我们，哎，你哎比你的哎前辈者的德性更好，你更比他的什么才华更优秀的话，你还可以毕恭毕敬的来怎么样承上启下，还可以来尊师重道，或者跟你讲，你的德性才是最严重的。如果呢，你是像第二爻这么厉害，可是怎样看不起我们的前辈者的话，或者跟你讲，会患上第二爻的一个什么后路哦，哦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好，哦，好，陈中英博士啊，告诉我们说，大音希声啊，故听之不闻呐，啊；大象无形呢，故视之不见呐，啊。好，哦，所以呢，真正的声音，哎，大音希声，哦，所以你看看。哎，我们不要说我们现在在这里讲课而已呢，你知道吗？哎，33层天的一个什么？据说以佛陀来讲啊，哈，哎，人间在讲课，在讲佛法的时候，33层天的一个诸佛菩萨，通通可乃成呀。哎，他说莫如雷啊，好像在打雷一样那么大声呢。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在那个礼拜的时候，哎，我们在礼拜啊，没有讲出话来啊。我们拜到哪个孙师什么，哎，诸佛菩萨了，拜到什么呀，啊，天地君君师了啊，拜到哪里，哎，你不要说，哎，怎样，我没有在练，我没有说出来，没有人知道，哦，哎，我们那边就有一个前贤呐，啊，啊，他不是日啊，啊，他要现象怎么现象，他都记那个几叩首啊，你知道吗？哦，明明上帝10叩首嘛，哈，哦，再来天地君君是5叩首嘛，他都记得几叩首，几叩首，几叩首这样子啊。哎啊，什么佛号都没有练哦，啊也没有想哦，啊都是哦，我想到几叩首就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拜到最后看几叩首，全部都拜出来这样子而已。有一次呢，是这大人呐，啊，他灵感的时候啊，哎，就请他出来，哎，就请他请问他说啊，你到底在拜什么啦，啊？这样子啦，因为他一直叩首啊，到底在拜谁呀，啊？啊，拜什么啊？哦，他吓了一大跳啊。我在礼拜的时候，我师尊老大人都知道，当然是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拜什么尊佛菩萨啦，什么人的几叩首都要怎样讲清楚、说明白，哦，不要说啊，我没有讲，没有人听得到。我们这边在讲，上面怎样，哎，很响亮的，哦，所以大声声啊，哎，息啊，大音息声啊，故听之不闻呐，啊，哦，所以真正的声音，哦，大到怎么样？哎，你没有觉得它很大声啊？哦，所以就好像住在那个很吵闹的一个夜市的人，你看他已经被吵习惯了，哦，所以呢，他没有那种吵闹声音的时候，他反而睡不着觉，你相信吗？像好像说你的先生会打呼啊，哎，本来是很难睡觉的，可是呢，天天听了20-30年的，哎，先生如果没有打呼，你还真的睡不着觉的，哦，对不对，哦？所以已经被污染了，被习惯了，哦啊，所以大象无形呢，故视之不见啊。所谓的真正的大道是无形无相的，可是我们通通可以看到的，可是我们却啊没办法去读入到道的尊贵，道的一个什么所在的一个什么圆融啊。所以真正悟道的人，这个也是道，那个也是道，那个通通都是道。真正会易经的人，什么你随便一点，哎，什么一看，通通都是易经的显化，是不是都是这样子来啊？所以道在无，道无不在啊，故充满天地两仪啊，
大无不包，寡人无其也，所以假欲留一听之，亦不可耳根承接啊。故自故体之自乐，理去忧什么呀？忧为也。所以呢，他说这个道哈，只要你留一听一听啊。我们以前不是玩那个游戏吗？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很喜欢玩这个游戏，就是呢，请大家都闭上眼睛，然后呢，听所有天地之声。啊，本来没声啊，可是呢，在这沉什么呀最静态的当中，闭了眼睛的时候，大家都沉淀下来的，沉淀了15分钟、30分钟，真的哦，那种的意境就不一样了，甚至连一根针哦，噼掉下去，通通可以听得到哦，甚至一个叶子掉下来哦，通通可以怎样觉悟到哦，真的哦，各位浅浅，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只是说我们的心有没有静到那个什么程度哈、所以他说真正的大道呢，你慢慢去体悟，体自自乐啊，你体悟到它的时候呢，你真正的法喜充满，法音流转啊，快乐的不得了啊，所以理去忧为呀，所以呢无穷尽的道理呢，它是可以怎样层出不穷的，源源不断的生发出来，所以呢这个是陈宗义博士啊他告诫我们的。所以第二爻呢，代表你是一个能者，有德性的者，所以呢，要肩负的任重道远，背负的所有一切的重责大任，所以啊，要继续的往上行。第三爻呢，它是未忌真凶，不利色大川，未忌真凶，未不当也呀、所以呢，他说第三爻呢，它未偏而不忠，见有上九为应。便呢欲冒险于求计，可是呢险难是什么？险难是在重任，上九相隔遥远啊，这样的任重道远的艰巨之局，岂是才不当位的六三所能胜任的呢？他如冒昧行动，必然遭什么？遭凶。但他既有忌难之志，如果能从这样衡量自己的财力，不好高骛远，就近的亲近九二爻中正的大臣来共济艰难的话，对于解除困难是有利的，因为九二爻是忌难的主力，所以呢志向、财力、道德都足以忌的，而六三爻又与什么与之比近，若能舍上九而来怎么样护九二爻以行动，便于是有忌了啊。所以呢，他说第三爻啊，为什么叫做未忌？不利色大串，因为呢，未忌代表什么呀？要计划中怎么样？要道济天下嘛。可是呢，第二爻是最好的，他能力最好，德性最高啊。第三爻呢，你看阴极阳位，又处在多凶之位。你处在多凶之位，又想要怎样遥远的去度化这里第六爻，所以呢，重重的关卡可能不太什么适合，所以呢，不妨的话，怎么样退而求其次来求第二爻，因为他是一个什么大德者，各方面都很圆满的，跟他同舟共济，这样的话哈，你可能怎样，第二爻也是得到的什么好处，第三爻呢，也可以得到的圆融。所以同舟共济啊，这样子才可以达到最后的圆满。师尊老干在这一爻告诫我们说，看不过执着，难脱俗世之牵缠啊，所以叫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为什么处在多凶之位？因为我们还是怎么样被这些执着把我们牵绊着。所以没有放下，没有看破的话，就难脱俗世的一个牵缠。所以你看看，只要说要来学习啦，要来入班啦，要来做什么盛世的话，很多人说哇我很忙啊，真的都很忙啊，为什么那么都是被怎么样一般的俗世呢把我们牵缠住了哈。谁不会内见呢，就不懂得卑下的牵缠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要不懂得内练，稍微内怎么样往内收一点的话，就不懂得真正十五卦的谦卑的含义，与虚受人的一个什么德性的那呢冲不过考验呢，连累自己众人呢都怎样来耽误了。
哦，所以我们要接受任何的考验呢，因为你过了一关的时候，智慧就怎么样，真啊，可以大开，哦啊，怎么样？哎，像或者上一次呢，哎，那后面的火呢烧了很严重，跟大家讲过了嘛，哎，阿后水就自己说啊，还好还好，又过了一关了，真的呢，哦，如果没有这样关关过的话哈，哎，自己真的也没办法真正慢慢的提升。好啊，所以我们心里有准备，你碰到的困难、碰到的考验的时候，哎，你会怎样啊？哎，非常的安然处置啊，自然而然就不会怎哎怨天尤人啊。好，他说言不符哎实践的话，欲求人和啊，只容容远呢、啊？哎，代表说我们只说不做，哎，光说不练的话。哎，没办法真正脚踏实地把它真正实践起来的话，你想要人家跟我们配合，你想要跟哎要求别人怎么样，可能没办法。哎，因为我们一定要在道中很简单，是什么呀？我们一起去做，还是说你跟我来一起做，而不是说你去做？哎，这个差很多呢。我们在领导人有领导的哎什么呀学问呢？真正会领导人是大家一起来打拼，哎，还是跟我来，哎，我做给你看，哦啊，如果呢，哎，你去做那个，你去做那个，自己都不做的话，或者跟你讲，哎，可能以后会产生问题哦，啊，习不了心气呀，恶性的循环对待天呐，所以呢，没办法安住我们的一个心气呀，代表我的脾气啦、毛病啦各方面。如果你没办法好好的怎么样，哎，去掉的话，恶性的循环，哎，在那里循环着呢，真的呢，哦，所以在道中也是很怕这个，用什么？用破天之气来应对，用血气啊，用人气啊来做循环的一个什么，哎，考验的话，哎，到最后就好像师尊老大人说的，修道。哎，真正的考是人在考人呐、啊，都是我们自己考人的。为什么？因为人多事就杂，哎，事杂人事就什么呀，非常的多。所以呢，他说天道好办呐、啊，人事难为啊。所以呢，一定要遏制我们的些脾气毛病，不要让他们再继续的恶性循环的。好、哦。若不止欲念呢？哎，若动群哎群魔哎众恶言呐、啊。所以呢，如果不好好的遏制我们的意念的话，哦、啊所以呢，真正的哦，随时很多成群成对的鬼魔啊，都在我们这哎心上来生化呢，哦、啊所以呢，刚刚听我们的讲师说，我们这一次呢，刚好有25位可以拿到结业证书啊，所以各位哎恭喜的哈、哦，你知道25是什么吗？无妄卦。在我们各位前显达到已经达到动以天理无妄念无妄想无着心了，哇，恭喜各位的了哈、哦、好，所以呢这个自然而然可以达到圆满。好，所以呢你看动静大凶，静则无咎啊、哦、啊所以呢3年之后才可以达到吉，哎，为什么？他还没有成熟啊，所以他也代表未济也啊、哦、好。94爻呢，贞吉毁亡啊，正用华毁荒，3年有赏以大火啊。象曰：贞吉毁亡，自行也。好，所以呢，毁荒代表落伍之地，代表北方。为什么呢？它代表蛮荒之地啊，什么都什么，哎，没有，哎，不是很发展的国家。所以94爻呢，居未济之时啊，以阳刚之采。终必能记得真正之吉而无悔的现象，象征的一个什么振奋威武讨伐鬼荒的，哎，代表北方的蛮族，3年可得恩赏，封为大国之侯了啊、哦！所以呢，你看看第4爻就变成好了，为什么？他守的真吉，代表他在未计划的时候守正，守正呢就自然呢可以达到一个吉哈。哦，而且呢，他未济当中就是发了大悲心，哎，连那个什么鬼荒，他也愿意去那边开荒，哎，代表蛮荒之地，哎，什么呀，很残忍的地方，他也愿意去那边来看望莫走，哎，啊，所以就好像我们现在道传万国9州啊，哦，每个角落都有，每个国家都有，哦，包括说战乱的国家也有人敢去呢。
贫困的国家，他没有敢去呢，哇，真的太感人了哦。所以现在的一贯道天，一贯天道之什么啊，我们人才哦，真的大家太优秀了哈、哦。好，他说万法由心生啊，万法呢由心昧啊，心正法即正啊，心邪呢法亦邪也。所以呢，君子之友，用于造福人群，克服困难。救度众生，离苦得乐也。好、啊，所以第四爻为什么会好？因为他什么万法由心生啊，他的一个什么啊念头非常的一个纯正，好、啊，所以呢自然而然他要到处讲经说话，利怎么样利众生，自然而然他会得到一个吉祥，啊，所以他说君子之勇呢，勇于怎样造人群哦。啊，所以我们具有的才华，既有的能力，既有的经济，既有的各方面的一个什么上天所赐的福报，我们要用在于造人群，这样子才真正为济卦的一个什么，济度众生，哈、啊，让所有众生呢，通通可以赶快来离苦得乐，达到超生了死之境。所以世尊老大人呢，怕我们开关破种呢，受了委屈。所以他也告诫我们来如何来安抚其心。他说：“世人虽然不忍于我啊，我何妨让之忍之？别人对我不忍不要紧，我就让他，怎么样忍他？然后呢包容他，看他以后会变成怎么样？不然你看，你说我走得很正啊，我要去什么蛮荒去度化众生啊？我怎样？”去鬼荒要行侠仗义啊，可是呢人家度我对不忍的时候，你如何来处置呢？唯有让他忍担，世道以我以困顿的时候，我怎样何妨安之一之啊。所以世道怎样，碰到了困境了，碰到了困难了，碰到了考验了，我何妨怎样安之一之啊。好好的安顿心身心，好好的什么呀修内圣之德，自然而然就可以突破难关。人情以我以狡诈，我何妨宽之随之啊。所以呢，在人世当中呢，哇，怎样做生意啊，狡诈的人很多啊。做什么呀，人与人交往当中呢，你看诈骗集团的非常的多啊。如果我碰到的时候呢，我何妨用怎样，包容心来包容他，然后呢随性而安啊，随意而安，好、哦，所以呢不要与他人做任何的计较，好、哦，所以这爻呢第四爻他告诫我们，是止境的，好、哦，所以呢他说，正用法鬼荒三年有赏以大果，自然可以达到最后的究竟。好，六爻最好，为什么？他说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无极也。象曰：君子之光，其辉极也。其辉极，其光之盛，极于一切市场，达善之至也。所以呢，他最好的一句话就是：君子之光，其辉极也。所以叫做光辉，一个光嘛，一个辉嘛，叫做光辉啊。所以我们要得到两个光辉，两个字的光辉，是一直要走从乾卦走到六十四卦，你的本性的光辉才会展露出来呢。如果你没有这样走过的话，本性的光展露不出来了，所以就没办法达到第五爻的光辉呢。所以呢，真的啊，所以这个光辉从哪里达善，怎么样至善至地呀？所以呢，六爻当未济的时候，上下皆阳德阳刚之助，所以呢，中必能济，故能以正德吉也。无后悔之事，君子之德发挥光大，其志至诚，受到万民信赖，是吉祥的。所以六五呢，虽然是阳基阴阴基阳位啊，所以它是一个肉质，因为它是金王。君王第五爻呢，是一个阴阳，代表这个君王哈、他的能力啦，各方面都还不足。可是呢，这一爻这个卦是未济卦，所以他怎样，第四爻也会帮他，第六爻也会帮他，所以呢，反而更好。各位先生，你相信有这种道理吗？我们当位就是出现了这个现象，就是有一个点盘师啊，他已经过往了。
哦，啊，点完师他是有德性，可是呢，讲道理也不太会讲，哦，能力不是或者在批评，只是做一个比喻了哈，哦，哎，能力也不怎么样，哦，啊，各方面呢都不是怎么样，可是他是以德来服众的，啊，结果呢，你知道吗？他手下出现两个领任级的都非常强，强的不得了，哎，就好像第四呀跟第六呀。啊，所以这两个太强了，啊，他太怎么样？太弱了，哦，啊，可是呢，弱者呢却是一个尊位啊，哎，就好像眉毛有没有？我们的五官当中什么最没有用？眉毛啊，对不对？哦，眼睛很有用啊，鼻子也很有用，嘴巴、耳朵都很有用，可是呢，他们居在下方啊，哦，啊，然后眉毛，哎，没有用，就好像六爻一样。可是啊，眼睛可以帮他，耳朵可以帮他，鼻子啊、嘴巴通通可以帮他，哎，啊，不然的话，眉毛往下放，你看摆在哪里最好看？好像没有一个位置是正当的哈，对不对？哎，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哇，前辈者啊，哎，好像哎能力不是很好啊，哎，不是在看这个啦，我们的前辈者是什么？德高望重的，哈，哦，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圆融。不然像我们的成全人也是一样啊，哦，他的德性很高，不然比如说啊，你要电脑他也不会啦，啊，哎，他也不识字啦，哦，啊，他也不会什么策划什么都不会啊，哎，可是他德性来感召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来追随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呢，师尊老大人他说，随道是要见性，哦，所以呢，随道要做什么？到最后就是要追随到光辉两个字，代表你的二目要回光，一点真太阳，真正让我们开悟了，真正让我们见性了，哦，然后呢，修道是要向内修持，以自性安详啊。所以修道往哪里修？往自性当中去修持，哎，啊，这样子呢，自自然然，久而久之，你的自性当中非常的安详。自性当中可以生花怎么样？哎，边缘自性当中可以生花所有的妙道理哦。行道是推行自性安详的成果啊，啊，然后呢，哎，虽有所成的时候，要怎样真正的把它行化出来？如果有修道没有行道，还是没办法达到究竟。好，所以行道出来脱离自性啊，所以行道的时候是什么啊？用你的自信我在带动的，而不是用我们的意识，用我们的意念，绝对都不是的。所以用自信我来推动，哎，自然可以怎样安详，哎，到最后绝对可以来成果。所以用自信做事情的话，大家一团和气啊，哎，不会有你怎么样很多的一个什么事情发生啊，哦，自然而然就可以达到圆满其事。所以前面讲到的是光，后面讲到的是辉，所以两个字加起来也叫做光辉嘛，所以代表了吉上加吉，大吉大利，所以代表我们一个人的花心爱心可以反射出去了，所以达到君子不弃，哎，所以你看你是第五爻的时候你要道济天下，哎啊，所以呢，你看这里是一个离卦，所以用你的光芒去照耀所有天下的苍生，哦，即使某一种方面的能力不足，可是不要紧，只要你足够的爱心、慈悲的心、关怀的心，用你的热、你的光、你的爱来照福天下，哎，自然而然啊，我们都可以做得非常好。所以修道不是看你的能力，而看我们有没有心，很重要呢。啊，像我们学界的很多啊，那个能力太高了，不是硕士就是博士啊，哎，啊，或者哈是高中生而已啊，所以在他们面前都不敢怎样，哎，讲一些话，哦，啊，可是他们还好，都很谦虚，哎，因为或者都给他们这一些观念呐，啊。我们今天修道不是说我们学识有多高，能力有多强，都不是这个，不然是什么？来，我们要真正的哎跟道宗来做配合。哦，道中怎样，哎，就是说，哎，我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我想怎么做。各位前生这两句话有什么不一样？哎，我应该怎么做，他会怎样，哎，跟我们前辈者来做配合，我应该怎么做跟道中如何配合嘛？如果我想怎么做，啊，那完蛋了，
他想他对啊，哦，你要听我的，我这一套是怎么都厉害啊，那完蛋了，可能设计出来了背道而驰，跟道中怎样，哇，你越离越远啊，啊，那在道中办起营队，那这就差了太多了，哦，啊，所以呢，我们最最后一定要达到君子不弃。什么叫君子不弃？代表了道中所有的事情我们通通会做，就像一个杯子一样，不是装水而已，不是装沙子而已，它还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的。像一个人不是礼节而已，三宝佛也不行，要通通都会，哦，所以世尊老大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诚信，二一说，三心品啊，四相丢啊，啊啊，战斗千产呢，做真我，啊，所以他说，哎，最重要第一个站在什么？诚信两个字，没有诚信，后面就不用讲了。然后呢，二一说，二一说就是什么？哎，心猿意马，你要把它好好收起来，啊，所以就像那个孙悟空一样，为什么要用那个什么？哎，那个乾坤呢？哎，把它扣这样，啊，包住呢？因为守住我们的什么心猿意马，就是二移动机啊。三心呢，要不要秉持掉？哎，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通通不要存。用什么心做事？哎，把握当下，哎，即是永恒。四相丢，哎，怎样？啊，有众生相啊，受者相啊，人相、我相啊，这四相的通通把它丢掉。哎，你可以归于本，哎，自尊了，可以达到一个无我的境界。然后呢，哎，躲若千禅做真我啊，哎，把所有的千禅通通把它躲掉。哎，是不是老大人讲这个很有意思啊？哎，把它躲掉，所有千禅躲掉之后呢，你用什么做事，真我就跑出来了啊。啊，不然真我如何跑出来？哎，所以我们现在呢，都是被这些牵缠牵住了，真我跑不出来啊。他说用躲了，把它躲掉了。哎，随缘忧啊，哎，甘谈薄啊，啊，所以正念熟，智慧要随我潇洒，心自若啊。啊，所以他叫我们达到孔子说了，哎，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啊，啊，随缘来怎样来度化。好，哦，啊，所以呢，哎，在饮食啊，在各方面呢，淡泊以明志，好，哦，这样子呢，我们不要讲究重口味了啊，啊，不要怎样贪恋贪望，哎，那么多啊，然后就可以正念守了，正念守住的话，智慧就会大开，智慧就闪耀出来了，哦，没有正念的话，没有八正道的话，智慧是没有办法闪耀出来的哦，所以可以达到这样境界，随我逍遥，心自若啊。哎，你所有的心态呢，逍遥自在的，无挂无碍了，哎，来去自如啊，哦，啊，所以呢，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了哈，哦。所以这爻呢，主静先静而后动，所以呢，代表明后天两个，哎，大概两天的时候就可以发动了哈，哦，因为它已经有光辉了，哦，前后都可以来相助于它。上九爻呢，有无于饮酒。如其所无咎也，啊，有无失之。所以你看看，第一爻是如其尾，这里是如其所。所以为什么叫如其所？因为它是第六爻，代表一个人的头，啊，啊，所以呢，如其所呢，哎，为什么哎会不好？他说有无失之呢，就是什么？就好像失未济则反得济也呀，啊，哎，未济就是不济的意思嘛，啊，不济会反得济呀，啊，不是会更好吗？失穷则反通啊，哎，凡事呢都是什么呀？哎，物极哎必反，哎，否极泰来，失中则反始啊。到了中的时候，他要又重新再来，就好像一部的火车从高雄一直开到台北了，他还继续开回来。哎，啊，所以城中又城死，城死又城中。我们人呢，在人世间好好修道之后，到了天堂回去的时候，哎，继续怎么样？趁愿再来，哎，又怎样？又城中又城死了啊。未济过了上爻，象征了阳刚，居未济之中，是中至能济度的，所以故有诚心诚意的举杯。祝福大家成就心愿而得无咎，否则的话不知节制，乐极生悲，咎由自取了。
就好像狐狸呢知涉水沾湿其手啊，则自信而失其意也啊。好、哦、啊，所以呢到了最后的关键，他告诫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为什么？不要五十成道了，四十对啊，那四十堕的话那完蛋了。哦，就好像剩下什么样几步就要到了，结果我们把它放弃了。好、哦、啊，所以呢这样可能呢就没办法来成就。好、哦、就好像说一个人太快乐了，变成了乐啊，这样得意忘形啊，乐极就身边就跑出来了呢。我们那一天或者看到一个什么新闻啊，哇，真的呢很可怕啊、哦、一对美国的夫妇哈、哦、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啊，本来是很开心的，本来是很快乐，喜事重重啊，然后他们就什么选择要弹跳，举办那个婚姻呐、啊，哦，弹跳我们知道哈、啊，在高空上然后跳下来，你知道吗？先生先跳，咻，很高兴哦啊，所有的亲戚哈、啊，掌声如雷啊。结果呢，换上新娘子穿了一套的新娘装，很漂亮哦。结果跳下来的时候哈、啊，怎样？绳子断掉，当场摔死，乐极生悲。所以他告诉我们啊，你要快要成功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呐、啊，哦，不然哦，如果是患上这样子的话，那就完蛋，啊、哦，就好像吃酒太过分了而不知节制啊，忘了我是谁呀、啊，哦，所以如其手呢，就好像他饮酒如手，喝酒太多的人会变成怎样？就好像哇，他好渴哦，好累哦，想要去洗个头啊，洗个脸呐、啊。结果洗一洗的时候人都栽到里面去了，所以叫如己手啊，哦，所以是不是自找的、哦、以修道来讲呢，叫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百尺竿头就没有了，还有更进一步，这个更进一步不是往上的，是往下的，有没有？我们六爻啊，一二三四五六，如果在杠上，这里就是请你再下来，再下来的要做什么？叫做七日来复，因为没有六爻而已啊，没有七啊，所以再下来就是七了。好、哦，七要做什么？我把我如何修道、行道、了道，达到最后的一个果位的时候，如何做的，教导所有的后谁，这样就是什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啦、啊。哦，不要高高挂在天空，不要高高在那边，做前辈者。如果是这样的话，太可惜了。所以你看，越高位的人，他就越谦卑，有没有？或者看那个我们的片子啊，那个白水老人啊，他那个大德者到处去怎么样巡视？因为我们那个华严寺的道场很宽广嘛，到处的去巡视，那里走完就有那里，那里走完又有那里，南北的巡视，国外国内这样巡视。好、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就是达到七日来复，继续来引导所有众生。好、所以我们就是要效法前辈者这种的精神。然后百尺竿头到顶头而坐下的人，虽然得到了，但并不争，因为到百尺竿头之后啊，必须迈步的前进，才可以达到十方世界，才可以看得清楚啊。代表说。真正的有意境的人读到了六十四卦之后，他从头再绕了一圈的时候，他的境界就不一样了，他的智慧就会大开了、所以我们修到你真正的达到什么某种的境界的时候，还是不能休息，据说啦、回天的时候还继续要再修再练呢，真的呢，因为天有三层天啊，我们到哪个天我们都不知道啊，天外有天啊，人外有人啊，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迈进的话，十方世界才可以看得更清楚哈、所以这一爻是主境的，所以呢小心得意忘形会怎么样？会必败。好，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结论，第一爻是如其所啊，如其为，动下去你看看反而更不好了。所以如其尾当中为什么尾款还没付清了，要赶快付清，不然的话毁卦就在后面等你哦，会不断的毁尾哦。为什么这个人碰到我的时候就跟他格格不入？为什么？
就是前世还有尾款还没跟你清楚嘛，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君子以同而异啊，你要把他当作自己的人。为什么以同而异？就是说一本上万书，现在要万书归一本了、哦、所以要归于本体、哦、不要再跟他斤斤计较了、哦、第二爻呢他很有能力、哦啊、所以他说一其轮也，所以呢你看东西就变成了哎火地进的卦，所以火地进呢代表了一个什么哎生机，代表早上的太阳，它代表的是什么非常暗淡的一个什么哎生生不息的一个什么光明之地。所以呢君子应该要怎样自招平等，因为你要成就天不靠地不靠唯有靠自己，所以一定要自招明德哈。第三爻未济，哎，不利色大川也，动下去变成顶卦，所以你碰到第三爻的时候呢，哎，考验会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天顶地流嘛，哎，无时无刻的在考验着我们的一个志向。所以呢，我们做一件事情，君子以正位为命，所以要修内圣功夫，哎，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正位要真正把它摄取出来，哎，把它怎样迷在一个点，这样呢，达到一个某种的果位，某种的一个火候啊、哦。第四爻，你看看它怎么样，正用法鬼方。所以呢就好像鬼王那里呢所有人都是懵懵懂懂的，哎啊，这样子需要我们去开光，需要我们去播种，需要我们去牵引他。所以呢君子以果性育德啊，你要脚踏实地的哎去度化他们，也就是他们懵懂无知才是需要我们去教化他们，也就是他们不懂所以才要我们去怎样提拔他们啊啊！可是呢我们真正有功德的时候哎，也不要居德、哦、啊。第五爻他说真吉无咎，君子之光，哎，其辉吉也呀，变下去为什么会变成送卦呢？哎，它代表的哎，你要像第五爻的什么送卦，第五爻是最好的啦，它代表包青天呢，代表的大公无私呢，代表济公活火的一个济公呢，哎，所以呢虽然是送卦相送啊，它不是代表相送，它代表了以做事模式啊、哦、代表说你虽然是第五爻，哎，能力不足，可是呢你懂得策划，懂得善用人才，那就过了。好、哦、第六爻有子什么有虎以酒酒是那饮酒，哎，如其手，代表解动下就变成解卦了啊啊！所以呢，真正碰到如己手有罪的人的时候，你要什么赦过又罪，哎，解放他，原谅他，了解他，然后赦过他，啊，所以呢，真正的啊这样子来包容他，自然可以达到最后的一个圆满哈。好啊，因为未济卦呢是一个运力未了，好啊，也代表我们一个道中的心喘。所以呢我们借用的这一首歌啊、哦、来吟唱一下，你看刚好是8分59秒哈、哦，很好听啊、哦、很有它的一个意境啊、哦、叫做一贯心喘啊、哦、然后会唱的前弦呢请各位一起来唱啊、哦，
哈，刚好合乎我们六十四卦哈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修我们那个讲师呢帮我们著作的啊，修文讲师啊，所以我们借的我们掌声来感谢他一下吧啊，感谢主持人哈。因为呢，在这一段时间呢，修文讲师啊，帮助获学许多啊，获学发现哈、啊，不是詹讲师第一位来到场，就是他。所以呢，他帮霍水著作了很多的什么圣歌啊，所以像这个都是他著作的哈，而且非常的精细啊，所以非常感恩。好，最后呢，我们做一个总论哈，苏州老大人呢在未计划跟我们讲说，事愿性当前呐、啊，趁愿正优先呐、啊，有愿有力量，了愿了因缘。好啊，所以呢，他说事愿性当前，真的。我们试验哈、要把它排在最前面的哈、然后呢，趁愿正优先呢，我们要趁愿再来，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沾的如来的一个成愿啊、如来的大愿啊、所以呢，要好好的了愿，所以有愿有才有力量，没有立下这个愿的话，那个力量发挥不出来的啊。他了愿了因缘，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随喜了愿而已啦，而来的功跟德呢，没有的，我们都随讲了一句话，或谁来这里也是随喜了愿罢了，不敢话怎样奢求任何的功德了哈。所以他说立愿惊天地啊，报愿圆心还啊，所愿如所命啊，当愿不负天。所以呢，立愿惊天地，只要你的愿力有多大，上天会怎么样？人有三愿，天必从之呢。你的愿力有多大，上天自然而然会怎么样？知天佑之，吉无不利。然后好好抱怨，因为这个愿代表了圆心，愿不了难把相还呐、所以要把这个愿呢还了啊哈。所愿呢如所命，我们立了愿之后，好好守这个愿力。好像把它当作很谨慎，恐惧修行，好像呢在保护我们的生命一样，甚至把生命看得更守这个生命呢看得更重了哈。然后呢，当愿不负天呐、这样呢才不会辜负我们天恩师的这一次有这么好的机缘，降下怎么样？三桃普的一个什么大开普渡，不然的话，我们想要求道没有。想要修道不可能，想要行道不用讲，何况要成道呢？没有，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未计划一定要守愿。最后呢，后水要讲一些自己的话了哈、因为这个一定要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等到现在才可以讲的话。后水真的非常感恩啊，我们贵单位哈。让霍水有这么一次好的机缘呢，来随喜了愿。如果呢不是我们前人老这样的允许的话，霍水也不可能站在这里。如果没有谢典兰师以及各位典禅师的允许啊，霍水也没有随喜了愿的机会。更重要的，如果没有陈老师的一个引进的话哈，一生当中碰到这样一个好的贵人的话哈。霍水要来这里根本也没有那种机会。你知道霍水为什么会过来这边吗？因为霍水都在社头那边，我们单位讲嘛哈、陈老师有去那边去那边呢就共襄盛举啊，就给霍水一些的指正哈、其实他觉得已经很好啊，为什么我们这里不能来开你知道很妙哦，刚好我们那边上到一个阶段也是六十四卦快要结束的时候，霍水那时候动一个念头而已啊，什么念头？因为那时候霍水都录什么录 CD 而已，你知道吗？霍水就有一个心愿，为什么不能把它录为 VCD 啊？会更好啊！那个心愿动而已哦，陈老师就来找霍水了，他说：“陈讲师啊，你们到我们单位呢，来怎样啊？来随喜了愿呢？”霍水听到这句话吓到了，为什么？因为霍水刚好动那个念头。所以霍水第一句话就问陈老师，你们那边有没有投影机？就这样的。为什么问这个？因为霍水的心愿就是把它做成 VCD 嘛。这样子可能大家在上课会比较方便。霍水也不用那么忙了啊。
所以呢，也就是这样个，上天的巧安排，才有促成了这个好的机会，所以你看，也要感恩我们，我们单位的周前人，如果呢，向他报备，如果不允许的话，也没办法成事，也要感恩我们后水领导的周茂秋典男士，他后水跟他报备啊，说好啊，有人请你就尽量去发挥吧，你知道吗？这个不简单呐、啊。我们八个点燃师哈，每个人都反对意见的，只有我们点燃师不怕死啊。他说好啊，你去讲啊。哦，所以你看看，我们才可以这样子呢。如果或者随便在另外一个点燃师的话，或者跟你讲，没有这种机会了。好、哦，所以呢，刚刚讲的这么多的一个感恩，我们借着各位的掌声呢，来感恩他们，好不好？好、哦，谢谢感恩感恩。好，再来要感谢贵单位哈，就各位前贤啊，如果没有你们来护法护坛的话，祸水也不知道讲给什么人听呢、啊，所以呢，就用各位来给自己的掌声，也非常感恩啊，我们随从来的啊，像郑国啦、一晨他们啊，都来帮忙录影摄影。也让我们大家共同啊，怎么样共襄盛举的把这一套的 VCD 把它完成了。所以这一套怎么样完成呢？不是属于后水的，是属于大家的，是属于我们大家一起来办完成的哈。也借用各位的掌声来感谢一晨还有郑国他们哈。好，到最后还是要感恩我们天恩师的。如果没有我们天恩师的话，或许也不会借用易经来阐述我们道中的一个法门。虽然或许是很鲁钝，可是或许各位看得出来很用心的啦，对不对？所以呢，希望大家上了这两三年的课程呢，对大家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像喂鸡挂一样，留个生机，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深入哈，这样才可以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愿呢，未来的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努力当中，未来的世界，未来的一个乡里啊，我们会更成熟哈。今天的卫计划呢，还有所有的课程呢，就到今天为止了。非常感谢大家这样一个支持如果有的不足的，忘记我们祖师涉罪容宽，也请各位浅显大德呢多多包涵以指正。所以恭祝大家身心健康，万事如意，大悟蒙掌，感恩慈悲，谢谢。